好，我是荔枝，好久不见，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我的人，听到我的声音了？大家最近还好吗？在这里想祝你们圣诞快乐，新年快乐。虽然呢，已经过了圣诞，也过了新年了，但是有点迟了哈。但是我还是很想和你们说一声节日快乐。这支影片呢，就想和你们分享一下我在圣诞节这一天吃了些什么，看了些什么，玩了些什么。那么我们开始吧。首先就来到新宿站附近的一个餐厅吃意大利面。这家餐厅我可以说是新宿站附近性价比之王的餐厅了。你看这个色泽，然后这个螃蟹，而且它有点 creamy， 就是奶奶的味道，非常浓郁，非常香。吃完之后，我就慢慢走来新宿站附近高岛屋这边的一个大平台逛一逛。这个企鹅还挺可爱的吧，他们还戴着小围巾呢。然后这个天空超级蓝，好像蓝到觉得好像是一个假的天空一样，没有什么云。你看，我刚好看到一个自动贩卖机，有卖这个超级热门、超级人气的雅库鲁特的1000，就是说你喝了的话呢，就是睡觉会睡得特别的安稳。就比如说有失眠呐、或者是不太容易睡得着的人，就是强烈推荐喝一喝这瓶。你看啊、喝到我口罩掉了，我都不知道。经过一家我很爱的奶茶店，不得不喝一下它冬天的苹果肉桂奶茶。奶茶店旁边有一家 Lush， 发现它有和 One Piece 海贼王有一个合作，哎，看一看，哇，好可爱，这个乔巴。你们喜欢看海贼王吗？我最近一直都在看，已经看到好像700-800集了吧。艾斯啊，超强的，然后路飞的这个草帽，这个我觉得是最可爱的，应该也是最多人买的吧。然后有个店员就是示范给我看他是怎么样泡的，他会自己在里面自己滚来滚去，都不用一个外力的，很强。我就发现有很多这种季节限定、节日限定的东西都超可爱，圣诞老人啊，这个熊啊，还有这只超大的牛。我想说就算我买了的话应该也不舍得用吧。然后呢，我就逛到了 Big Camera， 就是日本非常有名的电器商城吧，可以说是。因为我想说现在日本冬天很冷嘛，然后你冷的时候会想要开暖气，开地暖，可是一开呢又会觉得哇，又好干燥，好干，就会想喝很多水，可是又不够，所以我想说要不要来这里看一看有没有一些好的加湿器可以买回家去用。你们看这个加湿器，各种各样，什么牌子的，什么样式的都有，我都不知道怎么选好了。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板，就好像有不同类型的加湿器，但是我看不出到底哪个好。然后上网查了一下，发现这一个好像比较人气，然后也是比较好用的，你看价格也是 OK 的，可以接受。但是我就觉得它有点丑，因为你觉得很像什么？是不是很像一个烧水壶？最后我就买了这一台大家都觉得好用的东西，应该没有错的。看完加湿器之后，我就来看看这家手机壳专门店，它刚好就开在新宿的苹果店的旁边。这家手机壳就是好像可以自己设计，然后有超多款可以选，而且它的质量感觉都挺好的，还有很多合作款。你看比如说这个 Minions 就很可爱，旁边就是这个 One Piece 海贼王的合作款，有那个 One Piece 最新的那个 Uda 的那个人物，很精致做的，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我觉得还有点贵，好像是6000多至到8000多日元不等吧，所以就是这个价格我觉得我暂时还是买不起，但是看一看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就打算搭车去六本木，
看到一个电车站的机器人，感觉挺有趣的。请以一输入或在触摸屏上输入到达车站。六本木。六本木站是吗？这是推荐的乘换路线，所需时间是17分钟，车费是220日元。前往六本木站的路线是从新宿七口站坐大江户线到都厅前站，在都厅前站换乘大江户线，坐到三六本木站。谢谢。别客气。再见。再见。我到六本木啦，你看这个好大的阿凡达的海报，有没有看？我最近看完，很赞，很好看，很值得去看。看到卡地亚的圣诞树了，旁边好多人啊，想说天气这么冷，但是大家都还打扮得很精致，穿得很薄，我想说他们不冷吗？圣诞树的对面就能看到这个东京塔，很赞，有没有？绝佳的位置啊。看完东京塔，我就躲进这个商场来寻找另外一棵漂亮的圣诞树，但商场的人好像更多了，你看好像排队的人也很多，走路的人也很多，感觉有点像是在逛市集花市一样。到了，你看这个圣诞树超级美，我觉得比刚刚看那棵还要美，就 bling bling 的，很多玻璃碎片组成了一棵圣诞树，太美了，而且它会渐变色，看现在是这种粉粉的嘛，等一下会变成白色啊、绿色啊、蓝色啊、紫色。晚上的圣诞餐就是在这个商场的5楼，我前年还有前前年的圣诞餐都是在这里吃的，就是觉得还不错，所以今年又订了。你看现在已经有人排队了，还好我提早已经订好了位置。这个餐厅还挺大的，而且氛围还不错，大家来的话可以推荐试试看。它价格呢就是大概10000日元一个人，比之前贵了挺多的。一打开门，这个地方很赞，有没有？很多红酒，哎，就很有氛围感。这个餐能吃到一个鸭汤、前菜、意大利面、 A5 黑毛和牛，还有甜品。那个鸭汤太难喝了，我都没有拍它，还是这个前菜好。这个意大利面味道我觉得中规中矩吧，我觉得还是中午的那个意大利面比较好吃。我最期待的就是这个黑毛和牛，因为它是黑毛和牛大腿部位，所以我觉得就是稍微有一点硬，可能肌肉含量太高了。和牛还是适合烤着吃，而不是适合煎着吃。我竟然觉得这个套餐当中这个甜品是最好吃的，特别是这个酱，吃完出来就已经彻底天黑了。虽然天黑风大，但是人还是那么多，还可以看到已经点了圣诞灯的东京塔。
到下一站，就是在附近一家酒店的大堂，也布置的超美的，对不对？接下来我要走去圣诞节东京必去的一个大景点，也是在六本木附近的，人已经多到一个不行，感觉大家都是赶着去个会场一样的，排着队从外面排到了室内。你看这个阵仗是不是很像是大家赶着去考试去考场的样子。还有一个大堂，你看这个人多到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干嘛呢，其实大家都是为了去看一个圣诞灯饰而已。大概排了40分钟左右，你看我终于又从室内排到了室外，终于到了我们的目的地。我觉得一到了圣诞节啊，感觉东京的这个圣诞的氛围比起其他地方都要热闹很多，很有这种节日感，我很喜欢这种热闹的节日感。来到主场了，就是看这个圣诞的灯光秀，它其实每一年都有，好像2019年的时候也有看过一次。有没有觉得我一天跑了很多个点，我的脚都已经走到快要断掉了，已经走了20000多步，但其实都是在六本木附近，所以如果大家圣诞节啊来的话，一定要去六本木那边拍拍照逛一逛。想和你们说最美的我一定摆到最后，你看看这个场景，天哪，哪里都可以不去，这里一定要来，好不好？它这个圣诞的点灯仪式呢，就每年在12月中就开始了，所以其实12月中来的时候已经能看到这么美的景了。你们知不知道大家都聚集在这里在等什么看什么吗？其实大家都在等这个红灯变绿灯。好，准备可以过马路了。有没有觉得这个场面很震撼，有点搞笑，然后也很可爱，大家都在这个绿灯的时候疯狂的挤在这里马路的中央拍照，然后那些交通警察嘛，就在一直跟大家说快点离开这里，不要停留，快点离开。差不多好看的景点都被我这一天逛完看完了，心满意足。回家路上有点饿，跑去罗森买了一个炸鸡，结果炸鸡吃不够，还买了一个炸鸡腿。最后再次祝大家圣诞快乐，2023年新年快乐，我们下次见吧，拜拜。